欢迎观众朋友继续等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往年伫中秋节的前夕，拢是家己关心新疆个正联合会庇护工厂上无闲的时阵，但是今年受到景气的影响，订单竟然无到去年的一半。庇护工厂是希望政府单位会当做领头羊，带动民间关注弱势团体。那个卫生的家己关心新疆爱联合会的庇护工厂，因为无订单，新疆朋友是因应无代志，坐咧椅仔休困，这和往年状况差真济。今年可能是因为景气歹，中秋月饼订单减真济，是好个在有福天福基金会来订购。那个跟去年比起来哈，我们的成绩呢减少了一半呐哈，我也非常感谢福天福呢，对我们庇护工厂。这个爱护跟协助，希望他能够带动我们嘉义县市的一些企业或是其他的机关，好、学校能够以他作为一个准则来协助呢，庇护工厂产品的一个正面的实质哦实惠的一个行动。和往年同款，庇护工厂在中秋节前推出月饼礼盒，并为推广销售，向现场的机关团体来讲解庇护工厂产品的生产流程。但面对订单减真多，介关心新疆爱家联合会理事长黄金汉是有感而发表示，照顾弱势，政府爱带头来做。没有带动的话，一般的民间团体呢，就比较不会对我们采购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落实哈。优先采购对庇护工厂这一个5%的一个采购量。近期卖订单少，庇护工厂卫生就是推动半导体向中国大陆，只是目前还是在试水温的阶段，所以希望国人会当照顾像这款的新兴障碍弱势团体。新闻单刊发，靠姚宏梅分享采访报道。